Hanhan TV 奇异世界。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anhan TV 的奇异世界，我是 Tommy。 不好意思，最近真的是很忙，不过时间就好像什么沟一样，挤一挤就会有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就带大家去到画家的世界。梵高 Vincent van Gogh，荷兰籍的画家，生于1853年，他爸爸是贵正宗教会的神职人员，而他妈妈是来自于海牙的贵族。他的五个伯伯和叔叔当中有三个是艺术品的商人，所以从小在耳濡目染之下，他对艺术品和画画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但是他从小就是不喜欢上学，因为他不认同艺术老师的教导方式。而在成年后，他就进入了他伯父的艺术品交易商的公司里面做实习。由于他对于欧洲的艺术品的浓厚兴趣还有知识，因此就得到了很多同事的欣赏与认同。而当时他的收入是比他爸爸更高，那个时候他是最快乐的。他更一度的被派到伦敦的分公司上面上班，在入住伦敦的某个公寓里面就认识了房东的女儿，她的名字叫尤金尼亚。他对尤金尼亚一见钟情，就向她表白了，但是尤金尼亚就拒绝了他，并且就跟他说一年前他已经和别人订婚了，教他不要痴心妄想。由于梵高的本性已经是有点孤僻了，加上这些刺激过后，他就变成愤世嫉俗，连在伦敦的工作也丢掉了，回到了荷兰。当回到家里过后，他的刚刚成为寡妇的表姐就来到了他家里做客，他那时候又爱上了他的表姐，只是表亲在那个时候结婚是乱伦的，而他表姐对他一点意思也没有，他就不死心的去到他叔叔的家向他表姐表白，但是叔叔就拦住了他。梵高就带了一个煤油灯，把他的手放在上面，就跟他叔叔说，我的手放在上面有多久，您就让我见他有多久吧。但是他的叔叔还是不肯让他见他的表姐，让他永远死了这条心。当他背受这两个爱情，也不算是爱情了，就是这两个的感情的打击之下，就有了精神病，就开始疯狂的画画，更把大量的金钱就放在画画身上，买颜料啊，买笔啊，聘请模特儿等等。在那个时候，他就认识了一个叫克尼斯蒂娜的妓女，克尼斯有一个女儿，他们三人就同居在一起。梵高那时候有了结婚的念头，但是生活是需要金钱的，那个时候梵高连自己也养不活，更是用克尼斯出卖自己肉体的钱去买颜料，还有聘请模特儿。这段感情维持了一年，到最后克里斯也是离开了他，这一切的就把他推向更加的孤僻还有崩溃。于是他就回到了荷兰的北部尼嫩，在那儿疯狂的画画，过后真跟去过了法国还有其他的地方学习画画等等。他生平画了864张油画，150张的水彩画，自画像也有大概37幅。但是大家猜猜看，他一生里面有卖过多少幅画呢？答案只有1幅，而且还是他的叔叔帮他卖的。他甚至是没有钱过活，而是要靠他的弟弟去资助他的。到最后的时候，就精神病越来越严重，他就进了精神病院里面。而他大部分最出名的画就是在精神病院里面画的。在他37岁的时候，他终于受不了了，用自己的左轮结束了他的生命。但是他死后的100年后，他的作品就被人拍卖了。在拍卖会上面，这些名画可以拍卖到多少的价钱呢？第一，加协医生一共拍卖了825万美金。第二，没胡须的自画像715万美金。第三，耳朵绑着绷带的自画像7150万美金。那大家有听过这一个故事吗？就是他为了感激一个好朋友叫 Gabby，就割下了他自己的耳朵赠送给人，就要报答那个人对他的好，
神经病是这样的咯。第四，雏菊和罂粟花$6,150,000，而最出名的向日葵并不是拍卖的最高的，是$3,950,000，而我最喜欢他那幅画叫做星空，还没有被拍卖，如果被拍卖的话应该会超越其他的画，但是这幅画的视角里面就是一个扭曲世界的画面，很唯美，但是却异常的孤独。来，我带大家进入这一个星空里面吧。那大家有听过一首歌叫 Vincent， 它里面讲的 Starling Starling Night， 讲的就是 Vincent Van Gogh 梵高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细读它里面的歌词，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那讲完了梵高，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天才毕加索吧。毕加索生于1881年，出生于西班牙的一个小镇里面，他从小就有画画的天赋，但是艺术学校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折磨，太多的规矩扼杀了他的创作，留堂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家常便饭。到了青年时候，1900年到1903年的时代是他的最低潮，他的朋友因为失恋而自杀，所以你看得到他的作品都是以蓝色为主色，作品带有忧郁还有悲哀，例如好像这幅熨烫衣服的人。过后在1904年他就到了法国的巴黎，在这里他就开始和费尔南德谈了恋爱，并且同居在一起，你就会看得到他的现在的创作的主色就加进了玫瑰红这个颜色，用这种红色渗透在蓝色忧郁的作品里面，出现了几个出名的作品，例如好像这个花篮女人，她除了是创作上的天才，她也是形象上面的天才。一个艺术品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作品背后的故事还有隐喻，其次就是制造话题还有名气。她刚刚到巴黎开店的时候，她就故意雇佣一般人四周围的去问那些名画的商家啊，你们有没有卖毕加索的画啊？还有就是问他们，你们知道毕加索的画在哪里买得到吗？在这个行销的策略下面，在一个月里面，大部分的名画交易商都知道了他的名字，所以他在25岁的时候已经是巴黎的名人了。